哇，咁毒嘅呢個問題。我話你咁嘅，就我措手不及嘅。我哋只可以揀一個人陪你流落荒島，你會揀邊個？但係，只呢條訪問出唔出得街？我哋講實差嘅嘉賓咧就係 Candy 啦， Hello, 歡迎曬你啊 ，Candy。我 Mandy， 多謝你。心情有啲緊張，因為緊張嘅時候係 Candy 啲歌大。近排我都聽唔少啊呢啲。中學啦。唔使就住我啦，叔叔承受得到 OK 嘅。好，而家首先咧就同你呢一個快問快答嘅環節先。第一題啊。出道以嚟，你最中意自己边首歌咧？唔緊要啦，叔叔接受到咪咯。你寧願自己大肚腩定係秃头？哇，咁毒嘅呢個問題。秃头我可以剃光佢啊嘛。秃头唔好夠。你啱，你啱，大肚腩。咁你用三個形容詞去形容自己嘅身形 ：sexy、healthy， 跟住仲有juice。咁你覺得自己最吸引係咩咧？魅力。呢條片出咗街，啲人會覺得我係咪自大狂咧？我唔 care。咁你覺得自己最難頂係咩咧？冇啊。難跨啲問題事噶。係我個人係咁樣。Oh my god！ 咁如果你只可以揀一個人陪你流落荒島，你會揀邊個？但黃宗澤都是 Costco， 因為他懂煮嘢食。如果阿嬌和阿 sa 跌落海，你會救邊個？阿 sa 唔係阿嬌，因為阿 sa 冇咁惡，阿 sa 唔會殺咗我，所以我答咗阿嬌。咁如果你用一個歌名去形容 Joey， 你會用邊首？用你自己嘅歌。我嘅歌啊，哇！呢一口氣喎，突然間，我本來已經諗到爭氣嘅啦。好啊，我已經諗到爭。修正個問題，好。如果你用一首歌去形容 Joey， 你用邊首歌？爭氣。咁如果你用一種食物去形容軒仔，你用咩食物咧？榴蓮咯。點解咧？慘手翹口，但不過原來你已經搣咗入去咧，跟住原來哦軟淋淋咁樣，哦咁咪幾香咁樣。咁你食唔食？你中唔中意食榴蓮？我中意食榴蓮㗎，喺度係 OK 嘅。OK， 我都覺得 OK。你唔係陰我咩？條頭嚇唔係啊？點解？你即係剪翻佢，跟住我中意咁樣。梗係冇啦。我唔係啲咁嘅人嚟嘅。好啦，咁如果你要煮一道餸俾機仔食，你會煮咩俾佢咧？哇，咁識食真係好難揀嘅喎。可能一定好食嘅，可能心意咧。我切啲水果俾佢食咯，搣提子俾佢咯。你咪心意啊嘛，咁唔使煮啊嘛，我攣埋啲我跟住。唔敏食啊，但係。好啦，最後就想你分享一個鮮為人知嘅小秘密。小秘密有冇？只腳有冇毛？條脷有冇毛？條脷有冇毛？加埋啲衰嘢添。我瞓覺嗰張牀，我都要瞓呢一邊，即係邊邊？或者我咁樣瞓，即係當我咁瞓喺度瞓，即係邊度吉出嚟？呢度係吉嘅，因為右手邊係吉出嚟。我中意瞓牀嘅左手邊係咪？即係除非有人陪我瞓入去，不過冇啦，即係可惜冇。我琴日好夜瞓啊！好啦，我哋而家完咗呢 part 啦，嚟一个小挑战先，就系俾你睇一个歌词，你要即刻讲出佢系咩歌名，如果唔系就有小惩罚。吓咁大镬！第一题，我信你有红掌暗管。啱。呢个无需火花的一生为钨丝灯。啱。哇，呢只歌我知。你必须错我，其实亦爱我。必杀技。这经错到你已走入局。爱情多合樽。啱。我要做。呢个啊。你分开太久。再见美惠。啱。呢个。你勇敢拖紧我，嗱，勇气情歌。啊，你举住个头。呢个。临床几千张荒废的药水，完成不到的火箭有几多？天才儿童咩1980几啦，都啱啦。几啊？
都啱啊，到我1985啊，啱啊，即系撞中咗，即系唔知一九八几。等缘分，相缘分，我们只好相信，下集定是更精彩。用嘴来回能避开，定有空，等缘分，相咩做咩咩太远啊？咩上得太远？你啱啦，终于谂到你。下秒钟亲吻我，以往是出手推情就上，先知。啱啦，有答案嘅呢个。系咯。最后灵犀，哎啱啊，好劲喎！唔使小惩罚啦，呢啲唔使小惩罚，全部答中。咁就系另一个奖励啦，如果全部答中。哇！即系如果答错咗又话惩罚，答中晒跟住又话奖励，其实都系同一摞嘢嚟嘅。你真系唔系啊？好简单啫，就向镜头摆一个最挫嘅样子。哦，好啊。嚟啊！不当我只红唇印，有错。我相信大家都收貨了。好啦，就講翻你嚟緊演唱會啦。咁而家自己會做啲咩去準備呢？都好多嘢做啊！排舞啦，做運動啦，跟住練歌啦，記歌詞啦。嗰、那個時間比較急趕，因為其實我哋得嗰6個星期去籌備，咁所以中間有好多嘢細節啦，音樂上邊嘅我哋又不停好地調配佢。好難買飛啊！呢、這個好感恩嘅，即係真心好多謝。特別好多幫我集氣嘅人，咁佢哋都話佢買唔到飛，我有少少唔好意思嘅。咁我，但係不過我自己啲飛都俾我唱片公司 cut 咗，咁我佢要爆料。咁所以我只能夠就係做好呢件事，咁希望我再有機會可以開更多嘅場數。咁今次呢個即係演唱會咧，對你自己覺得有咩意義呢？今次呢個演唱會對我嚟講係一個。我會覺得是一個很得意的一個安排，就是原來之前那麼多年，我經常以為我做了很多事都是徒勞無功，都是浪費時間，都是浪費精力的。但不過原來如果我不是之前做了那麼多一點一滴的事情，慢慢鋪墊下來的時候，未必會鋪墊到今天會發生這個事情。所以我經常覺得只要你繼續去做你自己應該要做的事，繼續不要放棄 你所追求的事，上天會用一個係其實好有創意嘅方法，俾咗個咁嘅舞台你。因為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多謝。咁相信即係大家都會好期待你嘅演唱會啦。我哋就買唔到飛啦，可以咧唱兩句《勇氣情歌》俾我哋聽下。你勇敢拖緊我摸，周遭的冷酷當作祝賀，幾多挫敗時間能夠一一跨過，堅守宗旨方不會蹉跎。你勇敢拖緊我摸，怎麼可快樂？是如非，別再想當是情歌。可知道凡事如將來一課，可信任我麼？我成日咧，嗰、那個咧係蹉跎定係咩難過咧？我成日都唔記得咗。我唔理啦，我咩都唔記得啦。而家好啦，我今日好多謝 Candy 上嚟我哋呢度，咁今集實質都差唔多啦。好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